相思。不好，妖兽元神进入了这婴儿体内。我被妖物侵体，才为我戴上了这翡翠。我不是妖，我不是妖。大人，这紫晶石怎么突然就……这城中果然有我孟墨族类的气息，而且就在这青凤阁内。哦，大人。你万万不可硬闯青凤阁呀，这阁中藏龙卧虎，还有神兵法器护佑，现在又有那斩杀了北柯的云天河他们，咱们两个人恐怕一群败类何足为惧。大人且慢，大人，小人有一计可以确保明日大人顺利进入青凤阁。这柳姑娘身体并无大碍啊，怎么会？要不先给她补点灵力吧。嗯。你醒了，梦里。我昨天去给你送吃的，不然我都不知道你晕倒了。